大秦帝国第五部《铁血文明》第十一章《文明雷电》。程淼真诚的笑着，王自重却冷冷的板着脸。程淼反复的诉说着自己的下狱不是暴政陷害，而是确实因写字引发出断粮饿死人，毕竟应该有所承担，一命偿一命，况乎饿死三命。 魔道近日，王自重郁闷稍减，长吁一声道：“程兄自家也已不恨秦赵，夫妇何言哉？只说找老夫何事？”程淼惊讶笑道：“此中明知故问，除了你我，未了夙愿，能有何事？”王自重硬邦,邦邦道：“秦国文字繁杂絮乱，粗野无闻，老夫不屑。” 为他好取白头。程妙大笑一阵，遂将新朝文字改制的事从头说起，宗旨、方略、文字勘定、书写范式，皇帝与丞相的特殊重视等等，最后只说到是皇帝对王次仲的骂秦说法，末了道：“次仲，扪心自问，亘古以来，天下可有如此君王？” 可有如此宏阔深远之文字改制？你我生于世间，所求者何？不过以书为命耳。今有如此良机，你我可成夙愿，可见功业，上可对天，下可对地，何为一己之心病，自外于天下文明哉？然则老夫有个分计，说，你要如何？只做事。 不做官，事罢则去。程妙大笑一阵，道：“兄弟也，我还没说，这件事做完，我还想做官吗？跟你一起重游四海，你若不放心，我当即辞官，你我一起白身做事。”好，程兄此心，解我千愁也。王思忠大喜过望，立即高喊：“徒弟，收拾行装。” 转身又笑道：“你老兄还是别忙辞官，官身好做事。人求仁者，心之而已了。心意一决，两人与壮实的少年徒弟背着简单的行囊，立即出山。程淼的随从车马一直在山口扎营等候，两人一到，立即开拔，连夜向南进发了。” 王思仲感慨于车马随从雄壮整肃，程淼笑答：“这是皇帝特意叮嘱太仆属派的，为的是你，不是我这个御史能有的。”王思仲默然了。次日宿营造饭，王思仲立即按着程淼开始谋划书体新法。王思仲说：“隶书八分，求的是实效，快捷方便为本，必须有两个根基。” 改大篆小篆的象形结构，以横平竖直的书写笔画为结构，否则文字还是不脱画形。程淼大为赞同，又提出一条：书体的要害是转折笔，要改大篆小篆的圆转为方折，运笔会加快许多。两人一口声相互赞同，舒畅的大笑了好一阵，依稀又回到了当年互相求师的乐境。 李斯将正事交给了右相冯去疾，一心沉浸在了文字的海洋里。总司改制运作的程邈奏请皇帝允准，将一应参与文字改制的官吏都搬进了博士学宫。李斯等创制小篆者一座庭院，程邈等隶书创制者一座庭院，看字署隶员一座庭院，所有的博士都是后盾，可随时参与会商。 程邈一摊进展扎实，与王思仲两人一商定方略，主要的事便是日日写字，日日译字，可说是日有进展。李斯、胡无敬、赵高这一摊，却卡住了十余日没有进境。最要害的难处是三处：其一，次制之难。战国之事，小篆亦已生发为一种流行书体，为其流行，行至。 便因国因地因人而异，没有统一形制。要统一形制，必得先定法度，并得先写出若干字样范式。而法度范式之难，如何能没有争议？其二次数之难，也就是说，是将刊定的天下三万余文字全部写成小传，还是只写一部分，亦或只写常用字，全部写？ 数量太大，延误改制期限；部分写则存在如何分割、写哪些字、繁字等等，亦有争议。其三，文体之难，也就是说，写成何等样东西，是一个个单字排着写，还是编成某种文体，既利于识字，又利于知识传播，写单字快捷，然却过于简单。 对同志发蒙显得很是枯燥无味，而编定文体则难免用字重复，起不到增大识字数量的效用，这一难最费心思。旬日之间，连番会商，有光彩博士们种种谋划，李斯、胡无敬、赵高三人又反复议论揣摩，最后一决之日，李斯出面，对应上述三难，确定了三条法度，一则。 小篆形制以秦篆为本，原因是秦篆行繁写难识易，不易混淆，为防文字形制过简而不易区别。这次改制需明确数目字写法，凡数目字文单者，取茂密字替代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分别写作一二三四五。1, 2, 3, 4, 六七八九十，以立各种书契之明白无误。二则，本次改制小篆书体只写常用字，其余文字由刊字署立员在小篆范式确定之后一一写出。如此，既不直言改制，又使所有文字皆有范式。三则，小篆常用字确定为三千，由李斯、胡无敬、赵高各写一千字，此千字。 不能写单字，必须成文，且必须尽量减少重复用字，以利于初学识字之趣味盎然。为最大限度避免重复用字，三人书写范式文字的用字领域给予区分，各有命题：李斯《仓颉篇》，赵高《袁隶篇》，胡无敬《博学篇》。主持确定，李斯三人各自离群所居。 开始了文体构思，程淼两头照应，给李斯三人每人各配了一名勘字署吏员，一名博士，一名善写能力。勘字署吏员专门执司三方通联，以确定用字不相重复。博士专司会商文体，以出风采。善写能力专司腾刻抄写副本。这一夜，月明星稀，庭院沉寂。 李斯郑重沐浴了一番，整装束发，来到了庭院大池旁设置好的香案之前。李斯拈起香柱，深深一躬，拜倒在地，庄重地祷告：“仓颉书圣在上，大秦丞相李斯奉天子之命，一统天下文字，今欲以小篆为天下范书，祈求书圣佑护，赐我神思，赐我才具。” 有我千字文，华彩成章。尚有正字不周之处，夫为书生见谅。河汉璀璨的夜空，滚过了一阵隐隐沉雷。李斯祷告完毕，站起身来，仰望星空，却没有一丝云迹。李斯心下一热，大袖一甩，毅然走进了书房。李斯在长案前落座。 铺展开一方制作精美的羊皮纸，肃然提起了大笔。万籁俱寂之时，李斯原本并无成文的心田，突然泛起了滚滚滔,滔滔的波澜，诗情勃发，一个又一个秀丽遒劲的秦篆，工整的从笔端流淌出来。仓颉篇，仓颉作书，文明史成，甲骨之刻。 古奥粗简，史咒大篆。行繁难辨，集秦医治，新书刊定，皇帝立国，爱于秦守，臣服四海，遐迩王土，化被草木，人皆更生。车徒同轨，田畴为亩，度量衡齐，郡县相庭华夏九州。 兵戈止息，封建不再，万民康宁。李斯专注地写着，竹泪不断地流着，竹花不断地爆响着，雄鸡一声长鸣，刁斗堂,堂堂打响，李斯才割下大笔，颓然软倒在地。霜降时节，文字改制宣告大成了。庆功大宴上，始皇帝饶有兴致的。 亲自吟诵了李斯的《仓颉篇》千字文章，大家赞赏；又叫赵高、胡无敬分别吟诵了自家写的千字文章。当赵高那奇特的嗓音念诵出“天地日月，周而复始；寒来暑往，乾坤阴阳；春夏秋冬，雨雪风霜；耕耘生计，元力参商”之时，始皇帝大大的惊叹了。 当场下诏，将赵高的十亿增加了两百户。君臣一番筹措之后，程邈命书吏们抬来了连续九方可折叠的大板，一一靠着大殿石柱展开，每一板都是拳头大的隶书新字，整肃排列如森森方阵，煞是壮观。嬴政皇帝亲自走到大板前浏览片刻，高声赞叹道。 隶属新体，简约清晰，独具神韵，必将有大用。好，程邈、王思重二位，为天下闻名，建一大功也。程淼尚在担心，王思重执拗偏狭，不想这位老友早已经是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了。皇帝一声赶快叹息，高声下诏道：“自今而后，无论王思重在朝在野。” 皆为大秦书监，足迹所至，官民俱奉。王次中百感交集，铺拜谢恩之后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皇帝饶有兴致，举着酒爵走到了王次中案前，求教隶书奥妙，敢问先生，朕不明隶书简化之根本何在，尚请明示。一设书法，王次中大见精神，立即答道。 隶书之变，在于将古篆之象形变为笔画，取最简之笔，以直方为形，非但书写快，且易为人识。能否取一字立说之？王字仲从旁案拿过一支毛笔、一张皮纸，工整的写成了一字。陛下且看，此乃大篆的“安”字，其形为廊下女子。 与男子相拥。待皇帝点头，王思仲又写下一字，比方才显然快了一些。陛下，此乃丞相三人的小传。安字，取无下女字之形，虽减去男字，然一行仍在。无柱着地，屋内女子长裙拖曳，犹是象形之体。改得好。 皇帝点头。屋下有女，子安也。陛下请看隶书的“安”字。王自重提起笔来，几乎瞬间写成了一字。隶书之安，仅取屋顶以为意。女子之行，简为跪坐。这一横是长按，按下交叉者为双脚。一存而行简，是为隶书也。 咦，当真奇妙也！皇帝确实是惊讶了。对于不善书法的嬴政而言，对文字的要求历来是会写能认便可，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字的改行会有如此大的学问。然则，天纵禀赋的嬴政有着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悟性与洞察力，在这片刻之间，嬴政蓦然大悟了文字的神奇，悟到了。 文字对于文明无可估量的深远效用。皇帝大步走到了九张高大的隶书大板前，扣着大板高声道：“方块字者，华夏文明之旗帜也。但有方块字在，华夏文明恒在。皇帝明察，皇帝万岁，方块字万岁。”随着庆功大宴的欢呼声，始皇帝的。 书同文照，颁行天下了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